哎，你刘备啊！我老林啊！啊，今天不用上班哦。无啦，中昼了困啦。哦哦哦！李刘啊，哈，啊，你今仔日准备啊只青草，啊，恁家今日是做鸡，还是啥物人死啊？自从我和我老婆结婚之后，我就走进了爱情的坟墓，我就信了。啊，开玩笑的啦！哎呦，这个哈、哦、是我这个爱心餐呐、啊。你是谁？江地下。有推出这个纸风车艺术带动券，就是要提供一个有需要的人哦，可以去领票看戏啦。哎呦，免钱的哦？不是免钱，是有人给你倒出钱。妈妈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去看戏了耶！哎呦，不行啦，不行啦，这样不好意思啦。我们去看戏，阿仁家还帮我们出钱。哎，芝芝啊。下一次啊，妈妈好多赚一点，然后存多一点钱，我们再去买票哈。哎呦，你妈在想啦，那台湾人哦就是安尼啦，有需要的人哦都不拍谁都不敢讲，啊像你有需要哦就可以去领票啊，一人哦领两张，啊你带小朋友去看戏啦。哎，要有小孩哦，哪呢？我今嘛谁敢没付啊？操你妈！当然会付啊！啊，今嘛医学遐发达，看你们生几个拢会当啊！好啦好啦，不是啦！哎呦，你免生，你有孙啊，带孙子去看戏。是哦，我有孙啊。阿爹哦，我嘛要来领。吉贝啊，拜托姐哦，哎，你忠孝东路走九遍，那房租收都收不完了，你要增加你代用券。哎呀，这你唔知哦。房储税吼是我咧收啦，阮囝吼也无钱啊，我爱去领，叫阮囝带阮孙去看啦。水，无怪你好意啊！吼，我跟你说吼，这个艺术代用券哦，哎，谁领都可以哦，哎，啊，但是哦，啊，我们有能力的人哦，都爱关呐。啊，有什么爱关呐？趁钱就辛苦的呢。吼，哎呀，是看卖啊。哦，如果你带孙子去看戏，然后呢，再多买几张票，哎，给那个有需要的小朋友看戏，哎，阿那边孙哦，会觉得说，哦，那阿公哦，大好啦，我对你很崇拜啦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无安尼啦，我管着点。哦，所以施比受更有福，对不？行李啊！你有枪？哦，我有枪，哎，够一段了，枪，够枪，够枪。你有枪，你三太傅啊！我讲你啊，好啊，阿太傅也枪了。我也是。哎呦，我阿太傅也有什么机型哈？我要来去看伊。哦，会当会当，阿太傅也啦，哦，是恁阿婶，当然会当去看戏。我最近哦，听讲伊紫风车有推出紫风车艺术大。可以哦，吼，然后敲电话到紫风车剧团02-2392-6170就会当啦。哦，哎呦，啊是要怎关票呢？吼，赶快敲一支紫风车剧团02-2392-6170就会当啦。哦，哎呦，啊是要怎买票呢？吼，啊买票吼，就是你拿钱给我，让我把票投给你，这样你就当选了。两厅院的售票系统就可以领票，就可以买到票。需要让人看得见，爱心呀。